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是百能2B 免削铅笔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厂牌，叫做 Bensha。那 Bensha 呢，就是从台语的免削变来的，免削的台语是 Bensha。那这个免削铅笔呢，是台湾人所发明的。那中文它叫做百能，那前面它这边是写 computer pencil，就是我们用铅笔作答，让电脑读取。这边中文的话是写考试答卷专用笔。那它这边的型号写 BENZ132。笔盖的部分呢，前面有附一小块橡皮擦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笔芯。那免削铅笔是之所以叫免削，就是当铅笔钝的时候呢，你可以直接把这个芯拔起来，然后放到后面，就这样子一直使用，就不用再削了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它一共有几支笔芯，一支，两支。三支、四支、五支、六支、七支、八支、九支、十支，那最后一支呢？它卡在后面，我们这边要打开。好，这是第11支。好，所以它一共有11支。看一下这边。哦，这边空了。好，那装回去的话，后面先塞回去，然后从这边开始，一支、两支、三支、四支、五支、六支、七支、八支、九支、十支。11支，那这样子呢，你就可以开始作答。好，以上是百能 Bensha 免削铅笔的介绍，谢谢各位的收看。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可以帮我按个喜欢，那欢迎在下面留言。我们下次再见喽。